是针对校园是不当的体罚呢？学生违反了校规，穿了便服外套，结果被老师纠正。但离谱的是，这学生不服管教，居然就和老师在校园里头大打出手了，而整个过程都被同学拍了下来 ，PO 上网，现在引发了激烈讨论。说你要跟我去学校，然后呢？一名男老师和两名穿着便服外套的男学生拉扯在一起，由于男学生口出秽言，双方动手扭打，还打到一旁的花圃里面。男学生四脚朝天被压制在地，一旁的男学生想要上前劝架，却被另一名男老师挡住。整个冲突过程全被一旁看热闹的同学用手机拍下，上传到网络，引发正反两面的热烈讨论。就跳到后面把外套脱掉，就准备要上，就上来打我就对了啦。那这个情况，我想那个我们是男生啊，我不可能说罚避或什么，他上来我就上啊。老师发现学生呢，他并没有着学校的制服外套，然后学生呢，因为他不服，说这个老师他并没有上他的课，所以呢就跟老师爆发了拉扯。原来打来打去就是为了一件便服外套，虽然校有校规，学生犯错在先，不过无论老师是正当防卫也好，还是过度管教，这段影片上传势必让老师的形象大受影响。